率是很高的。看着守门员在发，哎，轻轻松松，恭喜艾克森，比分呢也变成了4-0。比赛82分半中，点球再度命中，我们也向艾克森由衷的表示祝贺。好，传达，你可正说着，艾克森独中两元，比分变成了5-0。一路突袭，韦世豪啊也露出了笑脸。嗯，我们需要的就是在赛场上，你看韦世豪这种，他需要有一种啊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敢拿球、敢突破。你要看到韦世豪的优点，他是有很多很多优点的。每一个人呢都是优点和缺点并存。对啊，你要是选择只去发现缺点，那这个人不会和你成为朋友。说实话，这球韦世豪纯属于这个胃病喂到嘴里。我就说吧，给一个点球，艾克森你发，然后这饼喂到嘴里。